天妈咪跟芭比还有布迪还有弟弟，我们来到了这个 New Jersey 号称最好的一个 mall， 是 Shore Hills。 这个 mall 是一个新认识的台湾人朋友带我们来的。那布迪今天跟爸爸新学了一个不太雅听的词，布迪来请告诉妈咪，爸爸刚你教了一个什么什么裂变什么什么东西，里面大声大声一点，泼水。你再讲一遍好不好？念妈咪听，看着妈咪念妈咪听。哎，小孩跟妈咪讲一遍，爸爸教了你什么？泼水。爸爸为什么会叫我们这么不雅听的名字、啊、因为今天弟弟抓晒在爸爸身上。就路人告诉我们说有东西在 dripping， 在滴，就一看原来是弟弟的大便全部滴出来了。弟弟的爸爸身上也通通都是大便，地板也都是，好可怕、哦、OK， 好了，我们要走，跟爸爸妈妈耶一下好不好？跟妈咪耶一下好。看看看看看